天吃，你腰烧骆驼。首先开始撒线，开始轮腰，继续轮腰，开始抹泥，摇一完成，开始点火，开始拌料，倒入辣子面，倒盐，倒入芝麻，倒油，搅拌均匀，开始把葱姜蒜切碎，开始骆驼改刀，开始骆驼抹料，撒上葱姜蒜，加柴，取出死灰，腰已烧好，开始翻焖，用泥分子，放入骆驼，骆驼已埋入窑中。这个视频我真心实意的向大家要一个小红心，用泥封顶。下个视频开始，泥窑烧骆驼已圆满成功，把骆驼取出泥窑。咱们尝一下味道怎么样？啊，不错不错，味道好极了。继续吃，啊，人间美味啊。